好，头条新闻要带你来看到一则不幸的消息。桃园平镇昨天晚间一间面板工厂发生大火，五层楼建筑瞬间陷入火海，而由于厂内还有许多强酸等化学物质，因此是增加了救援困难。而这场大火目前已经造成有五名消防员殉职，两名外籍义工死亡。我现在在平镇工业区，那刚才有收到讯息说这边发生了火灾。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昨晚现场熊熊浓烟直冲天际，整栋厂房被火海吞噬。桃园市消防局在接获通报之后，立即动员了28辆的消防车，还有2辆救护车前往救灾。而就在晚间10:26，现场回报有7名的消防人员失联，警消全力抢救，从今天凌晨0点左右陆续救出消防队员，但目前已知有5名的消防队员殉职，7名消防员受伤，以及2名外籍工死亡。